您要如果得了，您让您儿子来吗？我想问问您，您负责任吗？咱们别鸡蛋里挑骨头，小飞已经做得够优秀了啊，宝宝。我今天已经是阳了大概第四天了，本来以为是想得流感，所以啊，人生有的时候是需要休息的，休息休息，让自己心态休息休息，没什么坏处。事儿什么时候都能干啊，等我们一个礼拜以后马六七再回来，带给大家更多好吃的产品。谢谢。